这里可真是一团糟，有股强大的气息在靠近。 飞人，这个死更适合你了。我想给你一个机会，先打赢我吧。 下次见面，我有事要问。他会亲自过来，肯定是这里有什么。你只需要记得我们为何而来。他说查出来了，你们是什么？ 你看我像是一条巨龙，但我的实体并不是巨龙。
出，你怎么看都不像巨龙。这是重点吗？我可以是这个龙的雕像，也可以是其他的任何东西。例如苍蝇。你还是小心脚下吧。果然费龙鹰不止派了他来。他们下面这里也出现了，你确定还能跟他们交流吗？但他们已经听不懂我说什么。是别混了。准备好帮我一把。帮剑坏了啊。就是现在。走。气息消失了，你的时间也不多了。一网不散。暂时安全了，你继续回答我。我也记不起很多，但是我和你不同。什么？我的思想不是线，而是实体。实体就像这个雕像。所以你才能变出任何东西。快走吧，我感觉到那个东西就在附近。空炉实体，我
是力气不小。你到哪儿都这么不受欢迎吗？如果旁边飘来飘去的是这家伙，这一路会轻松得多。那要看这家伙是不是愿意。哼，你问问看。现在的他听不懂，但我问完了。我什么都没听到。我们不是用嘴讲的，认真拿。Thank you.
错。放心，你死不了。接下来，到我的时间了。